这是什么鸟啊？看起来好嚣张呀。这叫大麻尖，也叫做水骆驼，属大型鹿类，体长59到77厘米，身较粗胖，嘴粗而尖，主要栖息于山地丘陵和山脚平原地带的河流、湖泊、池塘边的芦苇丛，以鱼、虾、蟹、水生昆虫等动物性食物为食。除繁殖期外，常单独活动，秋季迁徙季节也集成5到8只的小群。大麻尖的叫声如牛，很远即能听见。大麻尖弯曲式身体像骆驼一样，水骆驼的别称由此而来。你了解了吗？